真的、哦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刚刚。您开完记者会后。哦，太棒了，他终于有回应了，他要跟我进入司法，我等他。那受害者可能会像一连串的肉粽这样串起来，我不知道会到什么时候结束。可是我觉得，既然我都已经开炮了，我可能就会继续做下去，这样吧。我对四个网友提告，因为有网友恐吓我、诽谤我，然后诽谤是很常看到，可是恐吓造成很多的害怕，因为他们是用非常多激烈的留言，然后还有我刚才有讲到的，说是他就说诺诺都干免钱的，那我就是要干你什么之类，这一种的网友就也蛮多的，所以我提告了三个男生的网友跟一个女生。我记得他说因为他是处女，所以就没有被进入，可是在洞口摩擦这样。可是他现在已经30岁了，所以是15年前的事，他也是没有跟大家讲过，没有跟人家讲。很多受害者其实可能这辈子只有我知道他们是谁吧。刚刚你进去之后就开始天打雷劈。对，我刚才进去一直天打雷、你有听到、我听到很大。你们外面有淋雨吗？是上天知道的关系吗？我不敢这样回答。对，你们有觉得就好了。